今次介绍的德士古大厦位于湾仔轩尼斯道和庄士敦道的交汇处，是一栋极罕有三面单边的商业楼宇，玻璃橱窗极具宣传效益，为物业增添不少价值，比邻多栋写字楼及住宅。附近食肆、商店林立，饮食消费一应俱全，位置得天独厚。德士古大厦楼高22层，地下大堂新近完成装修，一楼以上全部可作写字楼用途，一梯一伙，私隐度十足。今次介绍的单位位于二楼，全层面积约4000余尺，间隔呈梯形，空间灵活实用，适合零售、教育、服务行业等。周边交通非常便利，港铁湾仔站和会展站近在咫尺，加上轩尼斯道两旁巴士、小巴站林立，多种公共交通工具均可直达，往来 CBD 金融圈仅需5分钟。湾仔区内有多个大型发展商的重建项目正在进行中，包括谢斐道218号、庄士敦道189号及潭神道110号、合和中心二期等。区内变天在即，物业可以公司转让形式放售，加上业主提供特长成交期，灵活付款条件，70%低息按揭贷款，投资自用皆宜。如各位客户对以上物业有兴趣，欢迎联络中原工商铺。